乌佩慈为保住豪车豪宅育生第四胎，富豪男友却被曝新恋情，豪门梦终于破碎。点了好文章，娱乐新闻，检举此篇。说起嫁入豪门的女星们来，就不得不提到吴佩慈了。为了能嫁给纪晓波，五年生了三胎，被很多网友认为豪门的生育机器，但吴佩慈却毫不在意，大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。不过看过吴佩慈因为生孩子被奖励的财产，有网友表示也值了。据悉，吴佩慈在生完小孩后得到了价值600万的大钻戒，甚至于4亿的豪宅豪车，更是开到手软。像这一辆豪车捷豹 XF 价值600多万，搭载 30TB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高时速可达240公里，性能优越，外形美观，也被很多豪门女星所喜欢。再像这一辆豪车宝马七系价值200多万，也是吴佩慈的座驾，搭载 40TB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高时速可达250公里，百公里加速仅需4.4秒。除此外，它还有丰田甚至直升机。本来据说是等吴佩慈生完小孩恢复身材结婚，结果纪晓波疑似有新恋情传出，虽然照片模糊，但还是能看出照片里的女孩不是吴佩慈，且和纪晓波动作亲密。另一方面，吴佩慈则表示有生第四胎的打算，还表示人生到了关键阶段。